又赢不了。什么？我一个人又赢不了？他光是雷姆和那个就没办法。我刚刚不想签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大灯泡啊。那你现在进来干嘛？啊，你现在进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先说一下，就是先讲一下，我觉得哥还是不会赢。哎呀，你要好好保护人家，你真的不能这样子。可是你也赢不了，所以叔叔会好好保护你吗？不行，不会啊，他的话不理他不会保护你，因为我们没有关系、啊哦。他不理你哦，所以哦，他不理你，所以你、哦、他不理你，哦，难怪你他都叫哥宝贝了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样子。哦，哇哦，哇，你失速了吗？对不起，大人抱抱，我真的，我们还是好姐妹。我就知道我们要起来，我真的不是。等一下，大人抱抱，你不要走，我们还是好姐妹的，不是不是，对吧？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要相信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真的不是。不要吃醋，不要吃醋。大人抱抱，不要吃醋，不要生气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他真的吃醋，他吃醋，他吃醋。我没有。他吃醋了，他真的吃醋了。不要吃醋，大人抱抱，抱歉嘛，姐妹之间的情谊呀。啊，你就是这样 ，OK 啊，可爱啊！我刚刚才在说你们就是西瓜很甜啊，什么叫西瓜很甜？西瓜就西，就是因为哥之前被说他的代表是西瓜，然后我说你们加了盐之后就是加了盐之后啊，那个甜味儿哇 ，nice！ 哦，你刚吓到我了啊，哪一个？你说你一吃西瓜？哦啊、你看你盐吃醋了，哦 no！ 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乱讲。Oh, no！吃什么？他是哈瓜醋啊！哦哇，在说什么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他说转就转，他是个见风转舵的一个女人哦。你确定你不帮我吗？我已经习惯了啊，他已经习惯了，好吗？习惯了，好甜哦，奶！不是不是，你看他们，那叔叔都叫他宝贝了，意思那意思，叔叔都已经叫他宝贝，代表他们两个其实搞不好也有可能啊，还是这里你就干脆抛弃叔叔算了。What？哦，然后你们两个凑作对吗？现在我们是要交换，好可怕！What the fuck？ 我操！什么对话？好可怕！欸、我不要啊！还是要 Are you nice？ OK？ 哦、oh, okay. ，我不要认识你呀！好可怕！瑞斯蒂亚是你的，没有办法。确实啊，应该只有你 hold 得住瑞斯蒂亚。我只有你 hold 得住瑞斯蒂亚。我哪有？我没有干嘛？我没有干嘛？你没有不需要干嘛？你没有干嘛就 hold 住他了？哇、哦！没错，哇！哇、哦！哇！城里人好会玩哦。城里人太会玩了，我快吓死了。